中国香港正在建设一栋约260万平方尺的甲级写字楼，优质特新材启动独家定制化服务，属于铝模单体楼栋一次性施工安装浇筑面积达3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项目，其中圆弧板、圆柱板占比达到5%，定制化非标件占比10%。提供各类铁盒子700个，铝模结构变化层13个，深化设计变更达20次，已经完成了15天一栋楼的超预期交付，预计2025年内落成。智特新材坚持发挥一加 N 绿色建筑产品组合优势，